我们每年呐、都是这样庆祝农历新年的。六个月后，我是这里的 community center， 大家可以叫我安迪 ，Daddy。我只是在出去唱歌，我的歌你等着我唱了。你呀、去对了唱啦。你们知道他是谁对吗？对面呢、单亲家庭，爸爸 no choice 要出去工作，女儿 no choice 要在家里读书。Hello，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？洗手、戴口罩，还有你的午餐，接。还有隔壁那个、搞东搞西，也不懂在搞什么东东。以我的经验、我的能力和我打不死的态度，我觉得我能胜任。很好，你唯一了。要下雨了，快收衣服。哎，听说今天你要去 interview 啊，记得要穿红底裤，这样才会忘。什么？什么是小飞？谁是小飞？还有烦恼什么？什么是小飞？安迪，你按这里，右边就 OK 了。啊，我看到你了。安迪，迪丽，我找到工作了耶！叫你穿红底裤啊，就是对的。还有阿格，有新的 computer 了。哇，你 upgrade 变了 executive 了啊？这是学校给我们在家里上课的。我几时可以出去唱歌？隔离。Not stay 了。今年啊，大家都过得很辛苦。年年辛苦，年年过。虽然今年少了家人的聚会，可是啊，多了邻居的守望相助，我们就好像 family 一样，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忙，互相照顾。喂，阿公，对不起，今年我们不能来看你了。我的粉丝来了，麦克风。我们的过去，我们的情谊，怎么能忘记？锵锵锵咚锵，锵锵锵咚锵。